平地生活之行，分享生活智慧。各位梦之好，这个是天天好生活，欢迎来收听，我是主持人志雄。大家好，我是桂水。今麦为了上阵是何时祥，大家上了解一下，今麦生活祝你活拜。洪荒重带好彩蝶，来个当小代价。老张带球盘口号，带球尊威干点保护号。我一车店爱开始，我们新车所以来拉起。马上开始今日个天天好生活。是过年个日子，红光个日子，大家拢回来都是搞两红雪喜鹊，是吧？尽管那付出过个，但是等特别特别啊。为了小话时候呢，啊，什么生意个付出拢个啲特别了，是吧？呀，从带应景小号了哦，那老街呢就来个红光连号带吧。又是来到了乌当兵，在这车啊拼到了钱，隆隆个大香槟。那其实呢，咱做出这么当个小个阿西香啊，到好歹回出乌当兵之间呢，可以生做几时常做个小只一点。那今次讲将到林北江个端呢，哎，来冰鲜好歹大餐。林北江现在今次个水水出来，对伊个大概咪个呢？咱对平江个大就是咱红湾八仙大餐，乌当八仙大餐啊，所以到平米过厅都是名利在猫啊。我要让他就来吃。好。哇，直接来只来何子嘢，香槟啊，真系是贵隆贵隆嘅品质，感觉叫醉个嘢在白嘢。另外，即系只嘢，我就是咱大伯先个啦。哎，那伊就现在，咱就生长到只个比较贵嘅高山咯，啊，所以从伊只台湾嘅香气。下那个滋味，外香，吃多一下汤汁，哈，这都是古皮古川啊，所以到现在伊个本身个那个香气啊，哈，伊个香气就是属于独特个。现在咱无过得一个菜菜香，你学过后，伊个味啊，哈，伊啊滋味啊，伊个香气就来了，啦，又比较代价比较好啊。百姓大张又被称为百姓过海大张。是洪荒大庄十大花卉乡亲典故名庄之一。据说一百多年中，有大龙家畜马超的基调，入食培育栽培，结果至成为北庄。又因为北庄大潮红壁正道唔同的地方，各自的边界表现优良，犹如北仙过海，各显神通，所以被称为北仙过海。我就话出去大山，分配有经过好过过，嗱，我先比。多少白面食个就是这样，会惊冷啊，会惊冷啊，所以抓起来就不生，自然么就会过关啦啊。现在也带些个面那些筋骨，哎，伊不生啊，伊带肉不筋骨，但是伊非常外形非常帅，非常帅，帅雕啊，外形非常硬。包龙地震带起个地震，对于天气条件总是特别讲究，需要在咱东莞个天气环境。叫现在的天师做出来的背心，然后回望。跟咱这回合过来吼，叫旁边接触叫滚明显现在啊。哎，因为咱以前咩有个菜香味，那时候半成品啊，那许个后回合了，就来制作来吃，伊就变做成品单。伊福气啊，伊就个香气就无现在半成品了，个像传像菜香，但是伊个味就比较。对照合资味就比较明，比较浓啊，香气啦。啊，那好多又好，又好啊啊，所以就唔系啊。本身嘅香气清高香香，花香随着汤色金黄清亮，滋味清爽，花味浓浓，香淡无味，味淡无香，具有独特嘅山谷风味。随着山江海北嘅城关，伊嘅价格也跟着上涨。现在本身就卖了小，该小手术就可以啊。你从东高山就系是咁样哈，从这个东山到高山乌达啊，哈是有一种该小的手术哈。主要他这个爱食脚凉点，脚坐下去，伊就会更不平衡。嗱，有冇？一直开嘢嘅，而且又是。嘅嘅，我嚟啦，上贵都是有特别嘅乌达，就坐下好啊，一就温下先，嗱，系划算嘅。啊！一打都系咩挂病人有啊？离开百姓大庄的正式号，爱车继续往乌当山顶开，一路风光无限，郁郁苍苍的大林东江，不时有忙碌的菜大江穿插其中，神坑流泽。山上头还不更趣味的二道宋镇老大桥，
尤其宋哲不去向大增，以宋哲一号为宝桥混用着生涯，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桥龄到红黄双节拜庙代志，阮一关怀时候，主持人包括荷兰艺子到宋哲独家出炉。做起来，明仔就是我家己真啊真累啊，从嗲出到出来就是我的事，做阿爸。那整卖的更保险些。这个都是无变样式的，就是小水路啊，小水。基本伊个油车是白油，就是落发家去有滴个相当个电发家。伊发家伊个咱劳动底个发家去相对伊有，我是从劳动中心伊个油价建设一条，啊，到伊乡间到会清了就着，慢慢来刷车。不过就要走啊！永吉的卡门过灯，吴宝国正准备辞别独家出炉的二度送证，这就是来的早，不如来的卡。这个就是平常咱个送证，在旁边平日的时候叫有点特别，但是又淡得出个双眼睛。特殊的移民，这是非常特殊啊！就在这个树林楼，现在四百万呢，你接了哈。伊个老张皮非常好，加上海拔高，哦，伊个山云皮也是非常浓，所以个鱼皮就和其他个品种个非常特殊个。遐个特殊啊，云皮也比人好。那真个遐个，伊独叫独色宝咯，现在。诶，一只遐个独色宝呢，都有较清个，唔比遐个个高。直到宋城今年山岭就14次更。伊也带起古币了宋城一号街三节特点，带雕塑、听障背带、色泽五合、听声合配装，有容有光、藤色金乌、香气浓郁、天然花香、味道甘松。去年个价格是到6万多，今年天气加个面都是比百年要好，今年个价格只系比百年要贵一点，啊，大概3万多嘛。今年就差点我就爱订个明年个订的，个订买先。哦，你无订个买无？无无买无。要咱今日来穿呀，哈，来穿呀就是白衫个，遮个平整啊，是啥物事叫做咱冬面个鸡卵汤？鸡卵。鸡卵汤。啊，这你讲变只奇怪啊！因为呐，伊现在就那盐酸，伊家己只个伊啊做卖就还换做鸡卵汤去，遐顺眼才换做鸡，遐店名叫鸡卵汤呢。伊就自从第个兴食鸡卵，伊在砍鸡啊，吼，改鸡卵汤嘅。让大潮山上到海北800多米的大洪来，潮龄300多米，潮高5米外，是鸡卵坑的宝潮。因为我阵是同伊是潮位出铁嘅，即是噶漳州啊，潮龄较高楼了落支撑，噶是啊。咩？我装落去柴地工啊，做做柴地噶。我是方便接的，那是大哥带我入去哇。哎，早前已经开始钓啊。早即只啲。哎。我又早即只啲钓去兼职拖蛋有好处。哎，因为等你来饲嘅嘛，哦。鸡卵坑是大龙电视面的选择，但洪荒之前变成个自然杂交牛犊代培育出来个。是你只嘢大龙坑啊，嗰时冲落去时候，可以喺旁边就已经会成咩刷去出来。佢系呢单只单系冷灰旁边啊，叫那骨骨窿很明显嘅噻，即系细竹片片出来。要多一点白无？最点会感觉听，哎，长老开刀啊，老张开啊，哎，一冷定啊，一老张一接，等你先接到冷针咯，有惊难的。伊系承德大兴军旗签兆，更得草本日空国妖冷，顶日含条，冲泡酒吞食等明亮，双味独的。古呢？去年的第34岁啊，哈，去年钓13根，今年的山梁也差噻，钓成11根。去年个价位呢？去年是卖9万8，今年卖按卖3万。每年甚至界从底踩底开，欧当当龙店经营起码不再疲惫个忙碌点，
学校只因为有了直道又直道欧当当的新坑护处，才成就了今日欧当当的显赫声名。热说时间，凤凰山的高大树真永如来如姐，莫以稀为贵，更需要咱好好的保护，发展好日出珍贵的真永。欢迎来到第九页朋友车店，是吧？要大家呢到这个车店前啊，听够个叫公里呢都实实在在个。只要呢，只要优点呢都是真真正正能够让了哈，感受的够个。应该不会啊，但困难自己有啲来领。究竟到我哋车店顶半下啊，有啥物新嘢嘅新车要亮相，有啥物嘅行程呢？马上提前了解下。自家招我，2015我哋汽车文化节就系拉开数码了。平地有地出两车产品呢，小记者特地来到个汽车 4S 店打探行程。到广汽红昌工业店，4月18号才全面展示个全新汉兰达停放到店内个显眼位置。这是哪究竟咩声音呢？我讲呢位连了，现在红昌上新一个 King Look 一个外观设计，伊只个整体呢位是用直体啊，咱个最大顶啊，整体加上呢位的热新个设计力量之类是用直体，七座呢位是。有刷掉，因为咱传统的 SUV 的话，咱一般拢印象拢是非常硬朗，但是咱啊，涉及了一个重建依旧，一个涉及力量啊，相对也刷掉比较有油门的啊，如果咱个 SUV 的话都传统嘛，我看感觉是四四方方。不看好景，红昌全新的设计空间让一款大东兴 SUV 焕发出活力，高车头、高叶山设计让全新汉兰达看起来就非常有气势。内饰方面，无论是到豪华家还是时尚厅，拢是全了一个台阶。全新汉兰达大量采用了软触感材料，新的中控台采用了高溶石设计，同时增加了一个可视硬件屏幕组，从主架架二边搬直接延伸到副架架车门位置，兼顾每关适应。即系全新汉兰达是用于北美嘅北座设计，啊，但是到啲谷拉只只不过系做了七座，所以就相当于加了一个乘坐空间。啊，相当于就用了七座嘅车，搬到一只八座嘅空间嘅车顶上。除了三驾比大正之外，动力成为了新车最大亮点。新车搭载红昌品牌全球消费界2.0 TD CST 发动机，加套动力总成更由红昌日本工厂完整进口，用户甲雷克萨斯等系列发动机相当嘅制造感觉嘅品质。啊，有咱个2.0个涡轮增压一个双涡管个涡轮增压器，以及咱一个双喷射系统，以及咱个双循环系统。啊，主要这几个系统的话，就是让咱只车动力非常平，非常足够，同时也达到非常强硬、非常环保。让咱只车在低速个情况之下有力，等到高速个情况之下，咱个汽油喷出去充分燃烧、充分利用，啊，从此减少汽车个浪费。然后伊一个叫双循环系统，伊是介伊个叫亚的经常循环跟加一个叫奥特经常循环之间。啊，即就要针对你固体嘅路况，等你在运输行驶嘅情况之下，要连接正常适合嘅更正能力，来达到你能只只强要，而且动力处嘅创造。全新汉兰达使用了全白复顺后双车臂独立门框系统，是同级 SUV 中唯一使用双车臂门框嘅 SUV。这只门框具有高刚性及操控性优势，领导来更稳健嘅驾驶感受。当然，除了新车，红昌还有在车型产品。这车顶的话，那个嗯啊，只车顶个车型有那个开门水啊，跟一只一个雷凌，跟一只游戏款个汉兰达啊，特别的游戏款只汉兰达的话，就是车顶的话，我推出只2.7资金豪华版啊，我推出比较大个盈利啊，推出我爱几乎不多，推出我玩我个一个机会。这我个一号开咩？一期大正品牌即个到现天各件新车会复活。一汽大众品牌也将为第一位广大消费者带来一汽大众今年个全新正德车型新速腾。新速腾这款车呢，也已变成了一汽大众打造高品质的车个标准，也融入了大众集团最新个 MQB 个设计平台，也已包容到外观，内饰进行了多项个设计个升级及也创新。秉承一汽大众打造高品质汽车个政策。新速腾到造型设计、动力操控、舒适化穿戴方面实现了全面的创新进化。到外观尺寸前，新速腾首先只是将车身长度增加了11毫米，同时却带来了更加小巧、硬朗的视觉效果。而且相对应的是，新速腾的总驾驶、前凹保险杆、尾箱盖及尾灯也采用了线条更加简洁明快的全新设计，将时尚惹动感的气质呈现到淋漓尽致。
新宿厅到快递店有地错新两点呢，你都会见到我国一号麦一家开。邀请数小一下，我国一号麦不然总是够等夜宵通得一起大正品牌 A 三点过，见证新宿厅接领新标准界品牌出现，到现在都会消费者带来这个红胶啊里面，包括这个家用电视、空调啊、甚至油卡，非常在里面听着消费者去。新车型有惊喜，老车型嘅优惠幅度也有能。大正全体最高嘅现金优惠是600元，这是实实在在嘅现金优惠噶。所有车型最高嘅优惠幅度都落现点，及时公布。各部门一起大正指定全体任何款车型都可以赠送五年或10万公里嘅整车保养、质保、套餐。新手买好车，老手换新车，进到我一汽车文化站。感兴趣的观众直接订了汽车文化座的地点，到安吉公路火车站左侧街德州国际头车交易中心，能不见不散。公共 WiFi 不安全，三 G 网络 out 了，高速上网流量零负担，就选移动自制流量网，9元狂享2000兆超大流量。潮州移动各大服务厅及授权网点均有销售。那有一个困难，你那连接放大设备，然后呢，通过个世界，你才能非常熟悉，通过这个奇妙的世界，因为是困难，我讲那就是在每个页面。哦。一道来认识一道来咯。好。春夏交替，到处生机勃勃，这个时候都非常适合来去野外铁佗。平时工作呢个妹爱逛街，到这个时候，可来只烤杯啊，搭车出游。哇，只烤杯新鲜空气，呼吸的感觉真的是非常放松。哎，祝你穿那大包鞋奇怪，唔知老总呢，我入来去问伊人谈。晓。然后我是问咱了，客家的奇怪物件老做呢哈？我拍点空汤。空汤。空汤。好空汤啊！汤啊，地都啊，这个物件。我做你都推包汤来哩。放大就推好哩，来我叫。哇，地都。不过呢，是爱把所有嘅空汤泡只清食，直头每个拍入身体是必不可少嘅。何时我平时又何哩？拢是介些鸡斗呀、鸡头，叫无食，我只好又没惊白哩。知道没惊到事咯，拍入只每个空汤最硬嘅嘢装备。最硬嘅装备。一时佢靠买住乌嘅呢，是得。基本是家己改装嘅。家己改装嘅，就并学做只衰妹嘅物件出来。知道是一个呀，闪光灯。于是系闪光灯，等我开灯嘅时候，因为环境过暗，所以必须用啲闪光灯来补光。拍入只啊，拍两只啊，空汤。哦，了指甲呢？指甲是啊，柔光照。咱只人个拍闪光落去个时候，只个光拍落来又是非常亮，所以得经过只用啊柔光照来把伊柔化，这样变好做滴空汤就水泽出来。哦，了指甲呢？指甲是补光个呀，一类滴灯。哦，又是一个灯。嗯，一个灯，哈，然后补光。哦，光线唔够就只个好，就几多。是。哦，遐就基本就是闪光灯、柔光罩，大家系补光嘅灯。补光，了就是最硬嘅玫瑰镜头。哦，玫瑰镜头。最硬玫瑰镜头，就变把只遐物件放大只大出来。不过，到了日头，玫瑰拍入身体，去荒郊野岭拍入空汤，衫裤装板正，很有讲究。嗯，同你叫伊入呗，遐我好冇对您哈，对您来去同伊您做咪好空汤。可以哩，但是了只新衫裤可能会有只不满。哈？你这样忙啊？现在在做你么啊？也我乌本忙过在，所以你最后得有些长衫长裤。长衫长裤。是长衫长裤。嗯，好，你听话。好。我三英我好了，实在是头一声会画飘中吧？这就差不多。啊。不过你话专业物件。咩啊？这个。哦，库本液。库本液。哦，好。春夏交替的季节，真的是喝空汤的好时节。你看，肩膀挂布，红星兄就发现了一只糖仔。这个就是高铁星。这个，玻璃。就是那些子钉，子钉，乌子钉咩？哦，哈，骨髓只。嗯。高铁星。是。六只髓只，这些怎么好？
加镜头拄好飞成光，拄好飞成光，然后面看着伊会衰窄。你用袂飞个吗？正些是爱耍个，咱若拄好光个时候，或者小心，莫打着着伊。拍完高天星，天保人也有有了新个发现。红仔阿妈就要食个脆刀。好啦，买买啦。个脆刀。最多就是咱遐跳多的直径，老早是飞行十二飞行硬的直类。直硬的多。嗯，伊动十飞行免接，落惊个落十飞行嘛。哦，伊和新定有直答案嘞吼。是啊，落入背包，落入背包先得。个最多天色千阴，冷日光拍入，镜片独显伊个亮丽特点。不过我们现场声响个天差加红正响，多单去摆热。家己个起个时啊，做呢个？是咯，拍了空档个时候，抓只物物镜伊只个，后尾是冷日光个只照片，负责物镜个飞行个，晒到也物镜比较松整。镜头对个角度真正是莫如其名，色彩斑斓，正样剔透。不过我就觉得。青团和弦还是袂过瘾，你个团内只点七点七，全部拢是和弦。当时电视是爱视频，哎呀有动感嘛。哦，哎呀有动态，啥物？嗯，来我来学你个。啊？是啊。和视频你会滴按只去转一下，一个每个形态，啊，然后再一个慢慢高，按三下个高跟嗰只形态。Oh. 然后个红太慢慢这个转移，啊，每个红太跳更更，接着人家去又做人家去跳舞个镜头，又在后边落，其实灯光你有啊，正先个就人家去 LED 灯曝光个。手顶行走，一只蹦蹦飞野猫也穿入了爱死呀！我就讲只倒捏，倒捏，嗯，这么酸的吗？这个是也是属于酸的，但系正也可以通，也可以有吐的，可以做倒捏的。你三爷就吃多姿多彩的玫瑰世界，又是到底过唔出呢？而且这么何时想继续多了探索世界神秘的世界？时光在脸上倒着走，年龄根本不是问题。Olay 大红瓶，焕活元气细胞，肌肤细滑紧致，富弹力。四周挑战逆转十年肌龄，新生素颜系列 Olay 最美的你。挑战再多，压力再大，我都轻松在握，头油从不担心。海飞丝去油系列，长效去屑，更深层去油，去屑又去油，当然由我领头。去屑实力派海飞丝。这一季几何线条交错出发型界的崭新潮流，沙宣推介秀发专用 CC 霜，蕴含天鹅绒触感因子，瞬间驯服毛躁，发型线条更利落鲜明。简洁独特，缔造你专属的几何构思。那些农家那割刀、剪卡类，嗯，那日本呢，上个多买卡类，农家喜爱也参加，啊，妈妈呢，欢起来讲呢，老奶奶个，啥啊，能去阿惊啊？无是，伊弄来开帮名称，恁只全来割滚滚，那铠甲勇士变身，对啊，同个片都要做。不过也说明大家同个卡通形象已经深入到小朋友个内心嘛，可了，是吧？伊能来把只视为偶像，希望那你只个能够变到一件事，铠甲勇士，一件咩子为小朋友，伊呢就有只愿望，是不是能够梦想成真呢？咱做这个活泼可爱个做年纪，就先进这个变身主角小考拉。
卖托伊只用我会话，吃多猜多个。教授仔已经参加过每次本个演出，唱歌、跳舞、讲故事，年年冷到伊。朱连生脑梗急转弯，门外门多也惊十八大人拢考到。姐姐，有一辆汽车，小偷为什么不去偷呢？因为他没有钥匙。不对。因为他不会开车。不对。那是什么呀？因为那辆车是他的。多啲嘅高龄精怪嘅，做你今日先不等，盲视就系劲暗者明嘅。参加每呢大变身，即使会实现盲视，打出嚟嘅第一步。我很喜欢跳舞，我要变成天鹅公主去跳舞。小可爱爱变成天鹅多嘅小公主，只嘅当前领导唔检自己形象设计师。叫他没得意思，本身是比较可爱，叫他生一个意思皮肤比较白，所以导致点烧饼经常头也皮肤起来搞入囊有兴趣些，因为叫他当小公主，天高小公主地位都是叫他入囊起来搞的感觉是可能感觉有一种带点可爱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如果找了一个会很只要加点个加个加些小王冠就点缀了起来搞搞入囊比较哇。对这个我会过来做你接来打。做班一定搬进白冰叮当，或者电猫做造型化妆，唔免就见个嘢事。但是为了变成家己心目中嘅公主，小考拉小心养成，任凭造型师摆布。对眼眼先好待，唔好明同有了直视其态。电视机在勒市面已经迫不及待，是台变成欧界小考拉了呢？白色的小胖公，有人的回报头，也是布灵布灵的小环圈，小考拉是你多变野了呢？我变成小公主很漂亮，很美丽，可是有点像白雪公主。看见变身后的家己，小考拉过心情，再来给大家笑的彩蛋。小考拉完成了家己的小小心愿，也希望接大之后的伊有机会登上更大的舞台，变成真正的天鹅公主。电视机前的多数朋友乐意有陌生人的变身愿望呢？来吧，帮了实现。好啦，到目前嘅今晚最后两个歌声都冇了解，就系满足嘅天使嘅，你就叫做千年嘅逆彩行星。想那年的你，谁忍心？送青龙烤甘蔗，山东美味让人吃了不敢吃。平地生活真善，红香在我地方。感谢了小台本期的天天好生活，我们能讲早知，希望的长夜做不来客。同一天生，我们再会，拜拜，拜拜。